Hello， 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估唔到我两日冇睇新闻，谂住咧 hea 下啦，点知一睇翻新闻啦，又发现咁大单嘅，又系我哋华社咧命案，咁大家可能都有听闻噶啦，琴日都已经知噶啦，不过多啲细节出嚟啦，今日呢啲新闻真系令人心情沉重。在这一座城市里面已经是无数次的抢手机案件了，已经是不知道多少单为了抢部手机去伤人了，今次还杀了人。在两三日前我所讲过的命案呢都属于个人悲剧，而这一单真是这个社会不好造成的，治安真是差到被归根到底又是因为放了太多坏人在街上自由自在，应该大摇大摆地犯案。在听新闻的同时，有兴趣的网友又可以看看超市的菜价啦、物价啦。啱听啱睇的朋友请你们点个赞啦。这一次的新闻就发生在曼哈顿东百老汇，即是福州人，在曼哈顿在那个唐人街比较属于福州人住的地方啦，密集啊，都是繁荣的商业区在那边啦。根据纽约市警的消息透露，案发时间五分局的当晚11:02前后啦，接到报案说在市场街44号建筑物里面有一名女子遇到枪击，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，那位女士头部就中枪，已经失去意识，当场都宣告了死亡，死者身份就很快被确定。这位华府她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刘应珠，当时呢她是试图帮助遇到抢劫的丈夫而遭到枪杀，通常都是从国语拼音翻过来的。这一宗案正由她61岁的老公回家被人家在后面跟住入了大楼和电梯而发生的抢劫案。治骨部新鲜淮山汤，他们屋企就在8楼了，去到他们屋企的差不多门口吧，劫匪和他的丈夫就发生争斗，有知情人就表示他们的32岁儿子在屋内解锁大门之后令父亲入到来大楼嘛，咁就佢个仔就喺8楼嘅走廊等候，后来电梯门打开咗嗰阵时咧，就发现咗打斗中嘅几个人。消息话佢个仔都尝试介入，即系帮拖啦。结果咧就被其中一位嫌犯嘅枪柄咧就击打佢啦。呢一片段系早两日拍嘅，礼拜日系第54日啦。话纽约市长忽略咗我哋，已经系今日咧就嚟到57日噶啦。讲翻单案啦，当时死者喺屋企咧，应该就系听到骚动嘅声音啦。佢肯定系知道佢哋父子喺出边发生事故啦，咁啊随手攞咗支棍，咁啊赶咗出门啦。结果就喺丈夫和个儿子面前咧就被枪击到头部，当场身亡啦，就系、是。事件就是大概咁，结果两条黑柴咧都系抢走咗死者丈夫嘅手机，跟住就走咗啦，不知去向。消息人士话嘅两条友都系非裔。案件中做阿妈嗰位死咗之后咧，佢嘅仔咧都系有受伤，同埋佢丈夫都有嘅，已经系住院治疗。那条走廊
我就见到啲相系好多血迹嘅，咁呢啲就唔会放上嚟俾你哋睇啦。讲到呢度，呢单我唔知道大家有咩想法啦。我自己睇到差唔多嘅时候，我就觉得手机、钱财都系身外物，如果要抢，真系送俾佢哋算啦。呢位女士知道自己嘅仔同老公喺出边发生事故，咁佢想去救佢哋，都系正常嘅举动啦，够晒勇敢啦，祝佢一路好走。虽然咧，嗰两父子咧就冇重伤啦，我估计，但系佢哋嘅心灵上就应该系好重嘅伤噶啦。希望佢哋都早日，无论心灵或者身体，通通都康复得好啲啦。有邻居啊，佢哋嘅邻居就有人话咧，嗰位父亲咧，即系被劫走手机嗰位咧，系61岁嘅。应该是退咗休的中餐馆工人。他的好朋友就说呢，他的眼睛呢就是肿胀啦。而他们的儿子呢是头部受伤啦。咁我真係好希望唔係重伤啦。日光日白，我行错路我都心慌慌啦。因为都冇乜人嘅呢度，车多人少。看吧，这里的治安都不太好，我看到他们外面的铁闸全部上锁的。都有一些人告诉我，他们种的瓜菜都会被偷，不单只是我所拍的街道，还有是86街的居民，还有8大道、9大道的居民都有告诉我被偷。咁另外仲有一样好严重被偷嘅，亦都系我今次出外嘅原因。条片就差唔多够长，下一次再讲啦。冇乜面，我最怕啲嘢写字专员就喊都唔喊啊！